基础设施发展及乡区转型计划也是国政政府注重的领域。2010年至2016年期间，新建长达 4782.8 公里的乡区道路，153821户家庭获电流供应，350094户家庭获干净用水，重建及翻修94602间房屋，共有620万人受惠。泛婆罗洲大道将为人民创造40万个就业机会。全长2302公里的高速大道将汇集660万名沙巴及沙拉越子民，沙巴1236公里，沙拉越1066公里。泛婆罗洲大道将为370万名沙巴子民提供更安全的交通网络。泛婆罗洲大道将为沙拉越的经济创造八倍乘数的效应，免付过路费。国政履行我们的承诺，以民为本，绩效为先。